创梦境大龄未嫁，你别操心了。奇花姐姐李琴琴，咱抓紧时间。为此举行相亲大派对，各路英豪齐展才艺。我如果不唱，你们就不知道那个什么叫服务行业最好的歌手。朱之文明着帮忙，暗中捣乱。爱情路上困难重重，究竟谁能赢得美人心呢？更多精彩尽在本期《我爱满堂彩》。开始了，开始喽！我爱满堂彩，我就爱乐呵。相声小品评书，单是大鼓唱一出。我爱满堂彩，我就爱乐呵。哎呦，别催了，我知道，我肯定搞定。哎呀，我知道。哎呀，你听不见啊？好，啊，你别忘了关煤气，耳背了都。来人呐，我要宣布一件重大的事情。小猪，小猪，哎，来啦来啦！我老妈耳背，你也耳背啊？你说有宣布一个重大的事，我是以为是咱们这个饭店要黄了。黄之前我先让你黄了。哎呀，我这个挣个钱也不容易，你别把我这饭碗给弄丢了。你下班不待会儿，我这怎么了？有啥事？这不马上就要下班了，你看看。就我这妹妹，我怎么也得有个妹夫啊？她一点都不着急。我跟我妈说，我说这点事儿我来搞定。你说是想跟你妹妹找对象是不是？就是啊。你看你让我晚走俩小时，你是不是？成心气我？不，我不气你，不气你。咱们抓紧行不行？行，抓紧。你帮我参谋参谋。好，帮你参谋参谋。好，收拾收拾。我咋的了？把那一半赶紧找了，你给我找一妹夫就完了。这是第一件事儿。第二件事儿，这件事儿咱们办妥了。啊，我觉得你应该上那个星光大道。哎，我去那干啥呀？我也不会啥才艺。这嗓子一张嘴，听着山的水，听着都美，能行吗？怎么不行啊？那是给百姓的舞台，怎么不行啊？那上星光大道得包装啊。就戴一草帽。等一下。他戴草帽，我就穿个大衣。有你事儿吗，小猪？好，倒水去，我们哥俩说话呢。好，不听话，我跟你说，跟你没完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没完，我要发起脾气来，我自己我都害怕。姐，你的事儿吧，你就别操心了。我不操心谁操心啊？你让老妈操心吗？那么大岁数了。我要求太高了。我跟你说，他自己的事他自己做主，他老大不小了，你瞎管什么闲事儿？小猪，姐俩说话，你能干点别的？说说你条件吧，我听听。我感觉现在找对象吧，不管有钱，那必须人品得好，对吧，小猪？对，就得老实的、忠厚的，对吧，小猪？对，还必须对我爱情专一的，对吧，小哥？对，你看，这要求不高啊，挺好的呀。这还不高吗？这很正常啊，谁都愿意找个人品好的。我今天来这一个赛一个，真的吗？那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嘛，假的嘛？来了，来了！感谢大家到我地方送来批发零售的掌声，还有没鼓掌的，没鼓掌的你们辛苦了。
哎，既然掌声这么激烈，喜欢听歌曲，我给大伙儿唱上一段杨坤老师的歌曲啊，一首《无所谓》送给全场的朋友，感觉一下音乐。无所谓，谁会爱上谁？无所谓，谁让谁憔悴？有过的幸福是短暂的美，幸福过后才会来受罪。能不能给我来点呐喊声？谢谢。我跟你说，既然朋友们掌声这么激烈，这都不算什么，一会儿想看这个功夫绝活，掌声再激烈，我给大伙翻点空翻行不行？那还有不鼓掌的，不相信我出来，掌声，掌声激烈，再来一个，掌声鼓励。哎，这都不算什么，这么的，二人转不是一个人的活，我有搭档。说实话，我搭档长得也特别漂亮，但是小姑娘比较好面子，把我的搭档请出来，行吗？接下来卖点力气，给朋友们来上一段二人转的十大绝活之一手绢绝活表演。一转，变颜色，红色、黄色、红色、黄色，掌声激烈，两个绿色。来过腿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，过肩，漂亮。过腰。你说你多坏，大家都看着这手绢比我个都高，比我俩腿都长，你说你让我过腿我能过去吗？不是，那好朋友给你这么热烈的掌声让你过，你说你好意思不过吗？过不过？声音太小，过不过？既然掌声这么激烈，那我就重过一次啊。重过一次，发功运气了，来走，注意看，过腿，掌声激烈，再来一个。既然朋友们掌声这么激烈，对了，我呢，给大伙再次来一个绝活，再接再厉。因为每个二人转演员都有自己独特的绝活，我也有。今天呢，给朋友们来上一段，用咱们家庭吃饭很普通的饭碗，我给朋友们打上一段好听的音乐，行不行？哎，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《北京的金山上》送给你们，希望能够喜欢。真是太棒了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我感觉挺好，挺好的，是吧？对啊，是啊。虽然说吧，这个年龄有点大，是吧？但是我挺喜欢姐弟恋的啊。
相中你了。杜文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咋的了？我不跟你说我妹妹吗？我妹妹犯错了这。我可告诉你哈，我这个要求可老高了。我会唱歌，会跳舞，还有绝活。那你赶紧整点啊！那怎么唱歌行不行？你先唱一个，来一个粤语版的，咱们屯子里的人行不行？行。我的老家哎，就住在这个屯，哦西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，这个屯子不咋大呀，有山有水有树林，邻里乡亲挺和睦，老三爷们更温。小猪，你不会唱歌吗？我跟你说，来一段唱歌。我跟你说，我如果不唱，你们就不知道那个什么叫服务行业最好的歌手。来一段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哎呀，怎么样，姐？没发现吧？这么有才呢？小猪行啊！不是，你们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？我咱还相不相亲了？啊！要有才艺你就再来一段，要没有才艺咱们就先。你这样，那你早知这样我都不来了，我后边还有八个人都等着约会呢。你这样，哎，小猪，你啥人呀你？你后面还有八个人，你这么来了，你就是这个你这样怎么能把自己给嫁出去？你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小杜，什么人呢？怎么有这么土的？来下一个吧，下一位。大成来了，我有事儿跟你说。啥事儿啊？坐过来呀。好，跟你说正事儿啊。你爸你妈这次到咱家。你跟他说谁过来？你爸你妈呀。我爸我妈，你该叫啥呀？你钻这个牛角尖干嘛呢？这怎么是钻牛角尖呢？那就是你性格有问题。是你的性格有问题。你能不能好好听我把话说完了？我没堵你嘴呀、啊，你怎么像个火药桶似的？就是。你说我是什么？火药桶？不，你不是火药桶，你是啊，炸药包。我又变炸药包了？那我炸一回你试试。你怎么不好好想想？你爸你妈已经到咱们家来了，你是想让两位老人家看着我们恩恩爱爱的呢，还是想让他们听着我们争争吵吵的呀？这还用说吗？当然是想让二老看着咱俩恩恩爱爱了。那好，当着父母的面千万不能吵架啊。没问题。一旦被爸妈发现了，必须立刻停火。行。还得装出很恩爱的样子来。啊，这可就难办了。你想看，咱们俩小吵天天有，大吵隔日来，明明吵架是常态，还得假装秀恩爱。哎呦，老婆，这戏我没法演。演不好也得演啊。哎，对哟，演戏，你倒是提醒我了。万一吵架的时候被爸妈发现了，就说我们在排小品。哎，这个主意好。老爸看了几期《我爱满堂彩》啊，他迷上小品了。那行，谁演不好就罚谁干家务三个月。啊，哎，老婆，咱们还是不吵架吧。你给我站住！你个老不死的，一辈子没个正经的。行了，老婆子，这一路上撵着骂你这更年期综合症又发作了是不是？你才发作呢，骂你呀、啊、那是客气，你等回来家。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哎，站稳！老婆子，咱两口子在家里头吵吵闹闹一辈子也就算了，这两天到儿子家来了还跟着吵，你让小两口怎么看我们俩呀？你的意思是、会吵架的关起门来吵？对呀。不会吵架的满堂青蛙叫？就是嘛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哎，我说你小点声好不好啊？声音小了呀，我怕你听不见。又来了。哎，我这耳朵背气呀、啊，一半是给你吼聋了的。驴，叫驴呢？我叫你呢。啊？我叫你注意，到家门口了。哎呦。哎，这孩子们不在家呀？哦，没人。哎呀，你看这把我给紧张的。哎，老头子，你过来。过来就过来。
你还能把我吃了？哼！我问你，说吧。今天早上晨练跳舞的时候，你跟那旁边的老太婆，你是有说有笑的。我不说好了这事怎么回家再说吗？我憋着难受。你现在就说。啊，说就说。我和他有点共同语言。共同语言？哎，还有共同目标吧？不但有共同目标，我们还有共同的艺术追求，行了吧？好啊，你个死老头子啊！我看你是风流成性，你是楚楚留香啊！你是啊？妈，你们在干嘛呢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呦，你妈就是在帮我这个掏耳朵啊，对，掏耳朵呢。掏耳朵。那我好像听着有人在惨叫呢。哎，不是那个，哎呀，你妈掏耳朵是特别舒服啊。对，一舒服，她就哼哼。对，刚才我就是哼哼来着。舒服吧？舒服。那我把那只耳朵也给你。行了，不是老太婆。你这么着掏耳朵，这可是个力气活，别累着你啊！来，歇会儿。妈，你们俩感情啊，可真好。好。那当然了，这辈子我就没跟你爸红过脸。那是，你妈呀，浑身都红了，就是脸不红，那叫能耐呀。你看爸多幽默呀！你爸再急呀，我都不跟他急。哎呀，急了有什么用啊？常言说得好嘛。人生其实很短暂，转眼就是100年。夫妻恩爱了就同床眠，闹急了就得睡地板。啊，贫嘴。哎呀，我最近看了一本书，说得很好啊。他说这个婚姻呢，就像是一所大学。这不同的女人呢，就像是不同的课程。啊，对，你爸这辈子学的课程啊。就特别多啊！不！哎呦，我这辈子就学了你妈这一门课程。好，哎呦，眼看着我这人生都快毕业了，就你妈这门课呀，哎，我还没学够啊。哎呀，就像是那时候，哎，你最喜欢唱的歌是怎么唱来着？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。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。大成啊，你真应该跟爸好好学习。哎呀，你也真应该跟妈好好的学学，主要是你的脾气应该好好改改呀。我的脾气怎么了？大家都说我的脾气很好，怎么到了你这儿我的脾气就不好了呢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觉得咱们俩在一起不合适了？我有这个意思？你就这意思？你理解有问题？你智商有问题啊？你们俩这怎么了？是吵架啊？没吵。怎么听着像吵架呀？就是啊。像吵架就对了啊！我们在排小品呢。小品？对，吵架的小品啊！对。好，我最喜欢看那个《我爱满堂彩》的小品。对，尤其是这吵架的小品啊，那是越吵越好看。那怎么样？咱俩也当回观众，让他们接着演。接着演，我们来看啊。好。爸妈就接着演啊。我不演了。干家务3个月。哎呀，跟你演的没意思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么小心眼啊？我怎么小心眼？你就小心眼。你才小心眼。你就小心眼。你才小心眼。这也是台词儿啊？啊，对，台词。台词儿。这俩演的可真好，就跟真吵架一样。接着吵，我们接着看啊。就接着吵呢，吵点什么呀？我怎么知道吵什么？啊，对，上次那个电话的事情，你还没跟我解释清楚呢。不说电话还好，一说电话我就来气儿。上次你就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我就喂了一声，你就跟我吵吵吵。你那是喂，跟平常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你每次打电话我都是这么回答的。听起来有问题，像是在睡觉。睡觉？
大白天的，我跑哪儿睡觉去啊？我鬼知道你跟谁睡觉啊？万一真的在睡觉呢，那一定没好事儿。哎呦，我说你阳光点好不好啊？如果你总怀疑我做了坏事，其实我没做坏事，你的内心也是痛苦的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你不怀疑我做了坏事，其实我做了坏事，你的内心也是幸福的。这幸福和痛苦，其实我们是可以选择的。你干嘛非要纠缠在一些小事里呢？你还说我纠缠，那是你根本不了解我们女人。我们纠缠，那是因为爱你。可你们用粗暴的态度伤害了我们，让我们失去控制。而你呢，还希望我在失去控制的情况下保持理性。我看，就是根本你自己都不理性。哎呀，小青啊，你演的可真好。嘿，真好。小青大成啊，你们这个小品演的很有意义呀、啊。看来在这个婚姻问题上啊，就得向你们青年人好好学。我跟你说，你妈那老婆子就是像这小品里面的女人一样，成天碎嘴子，把鸡毛蒜皮事挂嘴上，不是怀疑这个，就是怀疑说什么呢？啊，你怎么不说说你自己呀、啊？我怎么了我？哎呦，跳舞健身的时候都不挨着我，你嫌我丑是吧？我哎呦，跟旁边的那个老太婆那是有说有笑，哎呦，那股子劲儿啊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哎呦，我们这不是在交流那个什么健身经验吗？哎，你怎么不跟我交流交流啊？我你跟我交流过吗？哎，爸，啊，你在吵架？吵架？不，这个啊，对，吵架，吵架。你们不是从来都没有吵过架吗？我们这辈子就没停过。哎，你妈这张嘴呀，就像机关枪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扫了几十年。爸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妈，你也别生气了。你们二老在我心中啊，一直都是恩爱夫妻呢。恩爱，能像你们这么恩爱就好喽。有你们一半恩爱啊，我就知足了。像我们一样恩爱，可是我们恩爱吗？哎呀，小青啊，你今儿怎么了？你问他。大成啊，怎么回事啊？爸啊。实话告诉你们啊，我们刚才不是在排小品啊，是在吵架啊。吵架这，哎呀，这怎么刚一结婚就吵架呀？结婚吵架，哎，孩子们呢，这两口子过日子就像俩刺猬。哎呦，寒冷的冬天呢，他们就想靠近了互相取暖，这一靠近了，身上的刺儿就刺疼了对方，他们又想分开，这一分开啊，觉得寒冷，他们又想靠近。哎呀，一靠近呢，刺疼了，他又想分开。哎呀，啰嗦！我跟你说，经过反复多次，他们终于能找到一个最佳距离，那就是在不刺痛对方的情况下来得到最大的温暖。在不刺痛对方的情况下得到最大的温暖。哎呀，孩子们呐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跟你爸这辈子啊，平常看起来是磕磕绊绊，但真遇到了大事儿，我们俩还是会齐心协力。哎，这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恩爱。妈说的对，做夫妻的就是应该相互理解，相互宽容。老婆，不要因为我们吵架就怀疑起我们的感情来，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站在你身边的永远是你的老公。老婆子，孩子们的事让他们自个儿解决，咱进屋吃药去。哎呀呀，等等啊，我再给他们讲点道理。哎呀，你讲什么呀，好为人师，自以为是，说什么呀你。就你能讲大道理，我就不能讲点小道理了。我那讲大道理，你那不是大道理是什么呀？妈，爸，你们俩又在吵架了啊？不是吵架，我们俩这不也是在那演小品呢？李大姐，大成，哎呀，好久不见，越来越年轻了。哎呀，什么年轻啊，都忙得晕头转向的。我赶紧把我妹妹给你介绍过来啊。好嘞好嘞，过来，小姑奶奶，这是我妹妹。你好。啊，哎，你好你好。哎呀，
你给姐点面子，好好说。啊，这个我的要求挺高哈。好，你说。你都会点个什么？我会的可能你这儿没有。没有啊？你会啥也没有啊？我会拉二胡。怎么没有呢？备好了，姐在拉二胡呢。备好了，跟那儿放着呢。在哪呢？这儿呢。这儿呢。哎呦。来，哎呦，还真有。你给我唱一个。咱们这叫拉一个，能唱一个。行，来，你坐这儿。好。哭起来了，场合不太 有点，我都快哭出来了。对对对，你给我拿这个，我能还能消场吗？我还有，我还会唱歌呀。第一个吧，当然。那你赶紧唱一个有情有爱的。没问题，我就给你来一首经典老歌，《涛声依旧》，怎么样？好哎。带走一盏渔火，让它温暖我的双眼，留下一段真情。让它停泊在枫桥边，久违的你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，许多年以后能不能又回到你面前。耶，唱的真好听。怎么样？太好听了。谢谢谢谢。我跟你说，你还没听过好的好唱好听的歌呢。对，更好听的歌呢。嗯，哎，来，小猪，你会唱吗？没问题啊。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，开在春风里，在哪里？在哪里见过你？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小猪啊，我是让你来给我参谋的，你别给我搅和了。我没搅和，我看不上去。我们服务员都看不下去了，我感觉哈就这么地了，你还是。哎，哪边凉快哪边去吧。大成啊，哎，你看我这妹妹就是这个性格。没关系，李大姐，因为我是那个演员身份，如果她接受不了我的工作，也同样是接受不了我的人。那我先走了，大成，好，你慢走，不送。没走了，你这样特别不好，你这样可真行。你，下一位已经来了，李阳。哎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少跟我说话，这位。啊，我不说话，我不说话怎么相亲呀？先。什么绝技？哦，我看看有什么绝技。来，先看着我给您表演。哦，你表一个吧。我这块毯子呀，五尺长来四尺宽，小小戏法往里钻。毯子面上您瞧没戏法，毯子里儿您再看藏不住，里外交代好了，往这肩上搭。您瞧这叫什么？什么？老和尚披披衫。啊？哎，这回呀，这肩上不搭，咱往这肩上搭。往这肩一搭叫什么您知道吗？啥呀？这叫丹凤朝阳。说这戏法啊，来了吧。这是给我的吗？这个呀是给您的，但是啊我要请您来帮忙。您啊帮我来拿着点。好，小猪帮拿着。一个为单，哎，两个为双，别着急。嘿，哎呀，又一个，俩人拿着。姐姐，这是给咱的吧？拿好了，别给人摔了。哎呀，还有吗？还有啊，想看吗？想啊，想看啊。来，您往这儿站，我就给您变一大点，怎么样？好，您拉这尖儿啊，我拽这脚啊，这戏法啊就来了吧。嘿，哇，哎呦，怎么样？哎呀，这个老值钱了吧？老值钱了，这也是送给我的见面礼，全是送给您的。哎呀，发财了今天。怎么样？我可以。哎，您慢点慢点，您就摆在边上就行了。好，姐，地下发了。这就抱走了呀。咱家的。对，那个小的嘞，大的都变了，我就是想吃。这回您看啊，你可得给我帮忙啊，我给你帮忙，好不好？好嘞。变出来了，你就往桌子上摆。啊，没问题。摆满了算。啊，行，好不好？我看你这一桌子啊，那摆多少？摆满了，我不下去。啊，那好啊。怎么样？那行。来，坦子面，
坛子里儿里外交代清楚，往肩上一搭，您看好了啊，这就来了吧，嘿！哎呀，包子，包子您拿好了，别动，包子，这儿还有，别着急，这儿还有呢。樱桃，樱桃，真的假的？要樱桃，真的假的？你先尝尝。随便，我感觉是假的吧。别着急，这儿还有。寿桃，来拿好了，来来来，拿着拿着拿着，来来，这儿还有，还有呢。蛋糕拿好了，这儿还有。荔枝啊，别着急，还有。寿桃，寿桃，真的，别着急，还有。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我的天哪！花生，花生，哎呀，拿好了，这儿还有，寿桃，来拿好了，别动，说这儿还有多少？嘿，还月饼，月饼，拿好了，来来，姐，咱饭店啥都有，这儿还有，嘿，还有大月饼，寿桃，大月饼，还有，嘿。西红柿，西红柿，来，您尝尝，我太棒了，太了不起了，能吃啊，您尝一尝，尝尝尝尝，太棒了，尝尝怎么样？尝尝尝尝，怎么样？这都看出来了。怎么着？这是你那个衣服，那这个吃的都在你这个衣服里面呢。你赶紧把你这个大袍子撩起来吧，撩起来看看啊。好，看漏了装没看见啊。好，嘿，您看没有？嘿，哎呀，掉了。您这是给我拆台呀？不是，您用这干嘛呀？我给您加油鼓劲呢。我这变戏法，我这刚正要看您咣当一下，好，我以为掉地上全漏了。你这么地吧，再给我们这个饭店变几个服务员。变几个服务员？对，变服务员估计变不来，给您变点啊，这个餐具吃的实惠的还行。那也行，那实惠的怎么样？都可以。来啊，你变，我看你还能变什么？还能变什么？您就琴好吧，盘子面。盘子里儿里外交代清楚了啊，什么都没有。往肩上一搭啊，一搭，看好了啊，好，这戏法啊来了吧？来呀！嘿，啥？嘿！哎呀，怎么样？端住了？这还这那个货真价实的，真盆子，还到家和面可以。怎么样？不错吧？不错不错，我跟你说，那是真的。这什么都变，吃的大的小的盆子都变了。你有本事，你敢把你这个大衣服能脱下来？刚才我大家伙都看了，没毛病。你没毛病，没毛病，没毛病，你脱呀。大家说脱吗？啊，脱呀，不敢了吧？出汗了。今天我来这儿来了，啊，看来是下不去了，这起哄的也有。哎，脱吗？你这个气还消不消？脱！今天要戳穿你。看漏了啊！大家伙今天就说没看见。哎呀，丢死了！我看你脱了还演什么？你看。哎。你看。看看。我得检查检查检查，看看有没有机关。这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吧？啊，没得变了吧？没得变了啊！没得变了，我就不叫李阳。我跟您说，你不叫阳。坛子交代好，里外交代清楚了啊，您看得明白啊？你怎么摆着你也变不出来东西了？看好了，变。这真本事，两条小金鱼象征着我们两个人的爱情啊！怎么象征你们两个的爱情？对呀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魔术，我跟你，我已经看出来了，你能变，我还能变呢。你也会变，我也会变。你能变四条金鱼？我不变这金鱼，我跟你说，人家都看过了，我不能跟你那个，不能跟你变的一样。来，把我的手绑起来。我给你绑啊！你给我绑，我可是魔术师。魔术师也得让你给我绑，来，好嘞。小猪没看出来呀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李阳绑紧点，绑紧点，绑死结行吗？绑死结，使劲绑。好嘞，打死结。不客气了啊。嘿，死结，行不行？谢谢谢谢。刚才呢，你用布给引上了，你这个披风给引上了，我也让你给我引一下。你那意思也用我的毯子？对，我还用你的毯子。来来来来，再蒙上点，来蒙上点，来来来，蒙上点。嗨，
你行不行？哎，还真行，哎，真有两下子。我跟你说怎么样呢？你还跟你说还征婚呢？还我跟你说，他征婚还带着个女的。你看我那个表演魔术带个男的，我跟你说。对呀，心里有问题。你这征婚有诚意吗？你带个女的过来征婚呀？你姐夫带个女的干啥呀？你说这两口子过日子还能过吗？工作需要。什么工作需要？你小猪就没带女助理。小猪没带女助理，但他那个魔术，他能变出那么多吃的来吗？反正就不行，反正。那我可走了。李阳，你不会唱歌吗？我不会唱歌，我还是找我这女助理去吧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真是的。李阳，真对不住你啊，大老远的。来，你，杨姨别生气，我知道你 Kim 下边肯定有，对吧？我也不想上了，不要上来了，不要上来了，我妹妹谁也瞧不上。姐姐，我知道你下边肯定还有，让他们来呗。你喊一声。有请下一位，小猪啊。小猪猪，小猪，出来！你怎么又睡觉了啊？这里是贵宾室。我说金行长，这小林他请了半个月的婚假，我在这儿盯了半个月的班，都快累残废了。你看我这体重，直线下降啊！你真的好瘦哦。现在有一紧急任务，只要完成好了，我就让你休假。休假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十万火急。内部消息，省行从今天起要开展服务满意度调查，对基层银行明察暗访。从今天起，全面开放贵宾室，密切注意。有三大特征的男顾客。三大？对。第一，大胖子；第二，四只眼；第三，包子脸。这么难看？我微信有照片。背影啊？你懂什么？现在要拍个背影，那都得冒着生命危险。好，我去通知各部门。小猪，你告诉他们，从今天起谁都不准请假啊！哎呀，开了五年的农村便利店啊，硬币攒了没牢牢，打算都快成整张的。三天了，我把城里的银行走了个遍，就没有一家银行肯接待我。这硬币怎么了？好像我这都是假钱。喏，这家银行我最后的机会了，有人没有啊？有人。行长，来了个大胖子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大胖子，四只眼，包子脸，全照。去看看。先生，您贵，你也知道我累得快跪下了。三天了，我把城里的银行走了个遍，我容易吗？怎么？他说他把城里的银行都走了个遍。看来我得亲自服务。先生，金行长亲自为我服务。他认识我。你不是常在省里开会吗？说不定见过面。你看他记下来了。贵宾光临，失敬失敬。您贵姓？装。我没装。装。我真没装，我真心想不起来他是谁了。我明白了，他说咱们装，咱们就装到底啊！哎呀，明察暗访嘛，有道理。倒茶。
来嘞。你喝水。这大热天啊，这么多银行都要走一遍，挺辛苦的。哦，辛苦一点不要紧啊，关键是要把任务完成。只要评价满意，什么任务我们都能完成。行长，哦，大真，千真万确。好，两位去，去看。我的天哪，这么多硬币，都换成整张的，都换成这么多硬币。其实啊，不多。哎呀，这都快下班了，这时间不足，人手不够啊。金行长，作为服务性行业，假如我们被这一点点小问题就打倒，那我们还怎么立足呢？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办法呢？省行领导的口头禅。什么？省行，听说最近有新任的领导即将上任，您知道是哪位吗？啊，这个你问我啊？哦，不方便说。我只关心你们换还是不换。当然了，换不换在于你们，这个评价结果在于我。听这意思，服务满意度评价全捏在他的手上。办，必须办，马上办。哦，小朱啊，你去把点钞中心的八个人全叫上。哎呦，果然是金行长的猛将。哎，金行长您教导有方，将来必定是前途无量哦。过奖了，过奖了，说哪能跟您比呀？哦，这倒是没办法跟我比的啊，毕竟我们两个人的位置不一样。哦，对对对，位置不一样，位置不一样。啊，不知道您对这个提升服务质量这一方面有没有什么经验？提升服务质量是吧？哎呦，这个我相当有体会了。这个提升，这个提升服务质量哈，关键是要为老百姓提供便利。啊，对，服务就是提供便利。对，精辟。您数数。哎呦，效率这么高的，一共是15200元。好的，手法这么老练，就知道你以前一定是一名业务能手。啊，有眼光。不瞒您说啊，当初我就是一名搞业务的，后来才转到管理层。管理工作很辛苦的哦。哦，这手下的员工啊，都是吃死工资的。嗯。哎，你不盯着，他就偷懒。你不盯着。他就偷懒，你说啊？那什么，钱都给您换完了，您给个评价呗。啊，这个不满意？满意是满意，就是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小意思？没问题。好，有你们两个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刚才那一袋子钱啊，就是一个小小的试探。其实我在外面还有一车。一车啊？俺那个情妙了，一车不给换是吧？那我把这笔账先记下啊。换，必须换，肯定换。真的？
堂门口，我去把他卸下来啊！我的天哪，你真给坏呀、啊！这得把我们累成什么样？你没听说他要把这笔账记下吗？一旦这次查访不合格，你年终奖还要不要了？啊？不知行长还当不当啦？啊？我的亲娘！叫谁亲娘也没用。这样，你去把上班的、下班的、加班的、休假的全都叫到大堂来帮忙搬运清点。喂，前台吗？你把那个这，你把这，把所有人叫到大堂帮忙搬运清点。对。哎，不用帮忙啊，不用帮忙，我自己来啊。现在我是信心百倍呀！啊，你想啊，要不是省行来考察，上哪儿找出这一车的硬币呀？哎呦，金行长，你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呀！这才是人民的银行嘛！你满意就行。满意，我是相当的满意了。意见不？不对呀！啊？啊还没完。还有一车，啊，五车，啊不，是这个样子的啊。刚才我高兴过头了，我把所有的硬币都换完了，不是没硬币用了，我要把它换回来，换回来啊！啊不，口误，口误，我就换一张，一张啊。哦呦，你吓死我嘞！这个容易啊，小猪，您看啊，啊，事儿都给您办完了，您给我们指示指示。哦呦，你看我这个人又，哦呦，谢谢啊，不太会讲话，还指示，办完事我就回家了。站好，啊，请领导指示。我指示，我指示。哦对，一人送你们一张卡，有空到我店里来，肯定给你们打折。便民便利店啊，对 ，VIP， 对，不是，您几个意思呀？您不是明察暗访的领导吗？我哪是什么领导啊？我充其量就是一个便利店的老板。不是，那你怎么认识我们金行长的呢？啊。这胸牌上不是写着吗？金利来行长。那你还说我装？哦，你问我姓什么，我说我姓庄。你姓什么不好，你就姓庄。我也没办法，我爸比他姓庄的。装什么玩意儿嘛！哎，那你刚才还说我之前搞业务，后来搞管理，还你不盯着他就偷懒，你不盯着他就偷懒啊！对啊，你看我以前在超市里干了五年的收银，这后来回到老家开了个农村便利店，这不是从业务到管理吗？那你刚才怎么就不说明白呢？哎呀，刚才我说的很明白了，我一直在说便利便利。哎，刚才我们两个人聊的不是蛮愉快的啊？不是，那你刚才你还在一个小本上记来记去。哦，你说这个啊，账本啊？哎，你们银行零钱不入账的吧？我，这暗访的领导没来，你看把我们折腾的。哎呀，这全面设防还这么防吗？哎，防什么防啊？防不胜防。只要你们银行把每次的工作都像应付领导检查这么去做，老百姓肯定给你们一个最满意。哦，对了，这个送给你们。什么东西啊？请打开。便民利民，五星服务，
这是老百姓送给我便利店的奖牌，今天我要把它转送给你们。便民利民，五星服务。对，便民利民，五星服务。我以为你不来了呢。姐，你看我忙的吧。哎呦，真是的，哎呦，太难得了，太辛苦了。您给我介绍。哎，别着急。哎，你好，我是桂花。你好，这是我姐。对，桃花。姐，你好呢，你好呢。是啊，你好好考虑这个，好好考虑。你好，你这个择偶有什么条件呀？我喜欢啥样的？就喜欢你这样的。我？你知道我什么样啊？漂亮。嗯啊，能干。嗯，估计会看孩子，会做饭。我妹妹肯定死了。我感觉你这个择偶条件呀，你干脆找一个保姆。你说话怎么这么酒驾啊？这让你不能这会儿说呀，你不能这么着急呀。那我现在我 你现在问你的条件，你现在何止我看一个保姆都不够，得仨。那这个该怎么办？那你该怎么办呀？问他会啥才艺。对，你对，我把这茬给忘了。这来这我想的妥妥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啥都快熟，点了个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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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熟啊！不是快熟，不是快熟，还是啥？我是一边打一边唱，一边打一边唱，赶紧来一个，来试试，来。啊，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。啊，五环，你比六环少一环。终于有一天哪，你会修到七环。他是银行的还得修路的？你修马路啊？不是唱的也没毛病，五环比四环就是多一环，对，六环少一环。这是才艺吗？来，小猪啊，给他来一个。表演一个，什么叫才艺？对，对了，您这啊，五环，五环比六环少一环。哎呀，唱这歌这快睡着了。你正儿八经的来个才艺。那好，我跟你说，来个才艺，唱最炫美民族风。这个我喜欢。来，来有请音乐。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。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？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？是最开怀。怎么样？这才叫才艺呢！不错，小周，姐，怎么样？看不上我呀？他不是这意思，他就是觉得你这个唱这个五环六环这个，他唱太不靠谱了。不是，姐，唱不靠谱，人靠谱不就行了吗？人也不靠谱呀。姐，这怎么什么样的靠谱啊？啊，你说他要是看不上我吧，我这后边还有俩相亲呢，要不我先过去？你看这电话催好几回了，那俩要不成，我再回来。你别了，别了，你别拖我下去，怎么办呢？什么主意？姐呀，你这个人后边还有好几个等着相的。能不能有点靠准头的？怎么不靠准头？你不相不上人家，你还不让人去相别人家？这怨我吗？这是怨他。你这不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，你就不相吗？回头老妈一来电话，你自己跟他说。那我就不信你还能给我找着更好的。下面还有呢，看不看？还有啊。对，来吧。三号楼三单元，左门，就这儿了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哎，谁呀？您好，是丁局长吧？是我呀，您是？不好意思。哎，您叫不好意思？不好意思，没跟您介绍。哦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哦，名片，来来，请进，请进。谢谢。快收钱商贸责任有限公司公关经理张守雷。是我。请坐请坐。谢谢。这名字有点意思。我说守雷啊，哎，我还是叫你张经理吧。张经理啊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
是这样，丁局长啊，这个明天呢，我们公司开业，哦，正好啊，就在您的这个管辖区里边，所以呢，我们想邀请您过去参加我们这个开业典礼，担任我们的形象大使。形象大使？对对对。不好意思，张经理，我是国家公务人员，不能参加你们的活动。啊，我明白，丁局长。这个是一点意思。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点小意思。一点小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哎呦，这一点小意思，它就是这个，您要收下我们这个意思啊，您以后肯定对我们够意思；您要不收我们这意思，您以后未必对我们够意思。当然了，我们要不跟您意思意思，那就是我们太没意思了。丁局长，您明白我这意思是什么意思了吗？你到底什么意思呀？哎呦，我这么跟您说吧啊，就是这个，您要收了我这个意思呢，我就跟领导好意思；您要不收我这个意思，我就跟领导不好意思。您为了我跟领导好意思，也得收下我这个意思。丁局长，您明白我这意思是什么意思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你们公司过去是曲艺团，太能说了。你们这样啊太没意思，把钱收好啊，要是没有别的事儿啊，我就不陪你了。哎啊，丁局长啊，这您要不收我这意思，那我就只能带着遗憾走了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哎，张经理，只要你们的公司按规定办事儿，我保证你们是越来越有意思。行，丁局长，我们一定听您的。那我就不送你了。那我先走了，局长。再见。再见。切，您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来这一套，简直太没意思。哼。哎呀，你说，哟，我还得想想。我姐夫，哟，发财啊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好意思。哎，你怎么也不好意思、啊？我今天是有事儿跟您说，但是这事儿啊、哦，嗯，我有点不好意思说。跟我还有什么不好意思？坐下说，说、哎、说说说。好嘞，姐夫。哎哎哎，这个年前呀、啊，嗯，您不是从我这儿拿了5000块钱吗？啊啊，那个前段时间啊、嗯，我这不做买卖吗？嗯，这进了不少货，这扎了人家不少钱。这个您看，姐夫，你是不是帮我拆的拆的？哎呀，钱呐！啊啊。发财呀、啊！你也知道我这个啊，我知道，这年前呀、啊，您从我这儿拿那5000块钱，没干别的啊，都资助那3个大学生了。嗯，可是按理说这钱我是不应该收。哎，那你就别着急要啊，等下个月我发了工资，一块儿给你送去，行了吧、哎？姐夫，那不行啊！你说我好不容易做一回买卖啊，你说这账主子天天追着门口要，我们做买卖讲究就是诚信啊，是不是？你说这5000块钱要都把我难倒了。以后我这买卖怎么做呀，姐夫？哎呦，姐夫，你就给我想想办法吧。今儿我就给人还上去，姐夫。哎呀，行不行啊？行，我给你想想办法。行，今天一定给你解决。好，好行了吧？好。哎呀，我想想办法啊啊！哎，我后边有个电话，啊啊、你在这等一会儿啊。啊，行，一会儿给你解决啊。行行行，那姐夫帮我想着。大伙说我把这个钱给他放在桌上，他要没看见，我这不白送了吗？我得给他打个电话，探探他的口气。要是钱收下了，这以后的事儿可就好办了。喂，是丁局长吧？啊，是我。丁局长、啊，您就给妹妹个面子，那5000块钱我可放你桌上了啊。5000块钱？合着我姐夫跟我这装穷呢，这，哎喂，哎，这没看见呀？就是您桌上那本《税法常识》，看见了吧？啊，看见了，里边有个信封。嗯，看见了，信封里有5000块钱。嗯，看见了。哎呀，您就收下吧。啊，收下了。我的事儿没问题。谢谢丁局长，拜拜。这就叫有钱能使鬼推磨。看起来他的日子还不错。现在就找他去。不行，我得赶紧走，要不一会儿露馅儿。
你？哎呀，我说赵发财呀，赵发财！哎，这我找你追账找了这么多次，见不着你人儿，原来你跑这儿来了你？什么叫跑这儿了？我这是跟我姐夫谈点事儿。这丁局长是你姐夫？亲的。哎呦，那咱是自己人啊！哎，自己人，啊、那钱就先不着急还了啊！哎呦，张经理，那可不行啊！你说你天天找我要，我再不还不合适了。哎呀，不着急。哎，张经理，看看，5000块钱，一分不少，拿去。哎呦，我说赵发财啊，你这回是真发财了呀？什么叫发？这就是我的零花钱。行啊。但是张经理，咱可得说好了啊，以后咱得加强合作。没问题。我还得找你进货去。就找我了、哎、那就这么着。哎，发财。丁局长。哎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哎呀，这不是找您谈谈明天的事儿吗？明天的事儿。那姐夫，你们先聊着，我还有事、哎、我先走了。别走。刚才我打完电话了、啊、那个钱呢一会儿就送来，你坐这儿等一会儿啊。不，我不着急，不要这钱。坐这儿，哪儿不要的，坐这儿。哎，局长啊，你怎么回事？是这样，明儿的事儿我都安排好了啊。明天这个一大早先有专车来接您，然后呢咱们就先去这个活动。先张经理，咱不是说好了吗，我不能参加你们的活动。丁局长，这您都答应妹妹我了，您这何必再推呀？答应了啊！我答应你什么了？是您不能这么快就不认账了呀？不是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东西您都收了，您还不敢承认啊？这东西，不是我收什么东西了？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啊。他确实不知道。你怎么知道他不知道啊？哎，对，过来，正好啊，今天你当着他的面把这个事儿给我说明白。这事儿就我明白，你不明白。丁局长啊，您刚刚是不是接了个电话？刚才对，我是接了个电话呀。我电话里怎么说的？电话里啊，你说？对呀、啊，你啊，丁局长，您就别不好意思了，给妹妹个面子，那钱呀，给您放桌子上了。哎，对，我就是这么说的。这时候您说什么来着？我说啊，没看见呀。说呀，就是您桌上那本税法常识看见了吧？啊，看见了。里边有个信封。嗯，看见了。信封里5000块钱。看见了。您就收下吧。收下了。我的事儿没问题。丁局长，拜拜。耶<Yeah! 笑>就是这样。别笑。你们俩演得挺入戏呀、啊。啊，我知道，这叫合伙诬陷，不是说我欠你钱吗？嗯，行，今天我想办法还给你，我不能为了几千块钱丢了我们国税人的脸。等着，张经理他没钱啊。没你事儿，不是，丁局长，这我就要我那钱。你的钱？对呀、啊，你的钱不是在你身上的吗？嘿，这我的钱怎么能在我身上啊？哎呦，真逗，你的钱不在你身上，在我身上。你乐意吗？我是说我送丁局长那钱。不是，你什么时候送我钱了？他送了啊。他都知道了呗。可是他没收。这你到底哪头的？哎呦，我哪头的都不是。哎，姐夫，我这么跟你说，这他吧、嗯、他确实送你钱了。嗯啊，不，可是他确实没收。那电话怎么回事？不，这不钱那不在我这儿呢吗？在你那儿啊。这姐夫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啊，就刚才那电话呀，我接的。你接的啊？那钱这不在他那儿了。不是，这是你欠我那货款啊。对呀、啊、我是说我给丁局长那钱呢。那个钱这个钱。那、啊、你怎么能偷人家的呢？哎，什么叫偷啊？说那么难听，我是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拿的。这不一样吗？再说了，姐夫啊、嗯，我偷你钱了吗？这不是我的钱呢。你看，那我钱到底上哪儿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不，哎呦，我这么跟你说吧、嗯，就是前些日子我从你那儿进货，扎了你5000块钱。对呀、啊，等于我欠你5000。没错。然后年前呢，嗯、姐夫你从我这儿拿了5000块钱、嗯，
等于呢你欠我5000块钱、啊、对呀、啊、这个时候呢你拿5000块钱给我姐夫送礼，我姐夫可没收这5000块钱，但是我呢偷偷的替他收了这5000块钱，然后我偷偷替他收了这5000块钱呢还给了你，就等于现在我不欠你5000块钱，你也不欠我5000块钱，你们俩谁也不要再跟我提5000块钱，就等于没有这5000块钱，都明白了吧？明白什么了我啊，就这么说吧，我姐夫欠我5000块钱，他还我，我就能还给你。不可能啊！人家堂堂一个局长，管你借钱？你不信你问他呀！哎呀，张经理啊，现在我听明白了，确实是这么回事儿。年前呢，我从发财这儿拿了5000块钱，资助3个大学生。今天他来找我要，我手里没有5000块钱，给亲戚打了个电话，让他再等一会儿，一会儿把钱就送到。这个时候你来了。前后经过你都看见了，确实让你见笑啊。哎呦，我说丁局长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一个堂堂国税局局长还能缺钱。哎，不是，我说您都这样了，我今儿给您送钱，您怎么还不收啊？我就是再缺钱，这个钱我也不能收。我是一名共产党员，最主要的就是要守住我的精神家园，就好比我们上阵打仗一样，如果阵地被撕开一个口子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。张经理，不是我驳你的面子，如果让我当，我只能当我们国税人自己的形象大使。丁局长，您这话说得太好了，我真没想到啊，咱们国税人能够这么廉洁自律，这么坚守阵地，这都是我应该的。这样啊，咱们也别明天了、嗯、今天您就到我们公司去。今天？对呀、啊、那我更不能跟你去了。你这不是难为我姐夫吗？哎呦，你们想哪儿去了？我呀是请丁局长过去给我们员工去讲讲税法常识去。好啊，这是我应尽的义务啊、嗯、咱现在就走。走走。看看我姐夫这作风绝对过硬，人搁着5000块钱愣不要。不对呀、啊、姐夫，你还欠我5000呢。姐夫，小茶。哎，小茶。哎，行行行行，真是呀，好久不见了。这相亲是在哪儿相啊？还是在哪儿亲啊？在哪亲？相一个还是亲一个呀？哎呀，什么说话？你看人家，你等会儿考虑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要就不是就是亲啥呀？亲人家，人家也没说亲你呀、啊，人家就问相跟亲跟哪儿亲，没有毛病啊。对呀、啊，我妹妹性格就是这样，别介意。开个小玩笑，什么来？你好好问，好好说话，怎么回事？对，美女，你看我这形象，这长相。怎么样？没事。我这个标准还比较高啊，我喜欢有才的人。高没关系，你别看我又瘦又小，但是浑身是肌肉。真的吗？我会武术啊。那你来两下子。给大家看看。来两下子。来，不然还不认六了。这个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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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能保护。我给你说，我喜欢这样。我给你说，这就是花枝前秀腿。那你会吗？我跟你说，你来一个小猪。没关系，我这在实战的。那你来一个呗。你比如说，要是对方打我哈，来，你看看，哎呦，小猪。姐，行啊，姐，不过还是咱们家小猪好啊。你说什么呢？不是他打的，确实能打过他啊。不是，那是你这长，等会儿姐，长什么样的呢？姐啊，我这不明白了。哎、你请我来这儿，给我找一拆台的。我不是给你拆台的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个小猪，我跟你说，人家找对象，咱不能找个花钱瘦腿的像。行了，甭说了，我明白了。啊，这，您这一服务员都能给我打发去。这明显是看不上我。小茶，我不想请，我走了，我真是。你别让我小失败了。再见，再见，小茶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跑挺快的，这一个的都走了。哎，你刚才打的真过瘾。你别说过瘾什么呢？我跟你说，你走的走轻了，你知道吧？我这可不是都为了你吗？我知道。我是让你来给我做参谋的。我让你跟人架起来，真打呀？我没打呀，我跟你说，我是为了你妹妹着想。对呀，是为了你
你妹妹着想。哎呀，还是你好呀，太棒了。我跟你说，怎么着，下边的还看不看？看不看？下边还有吗？有啊。有吗？有啊。那你叫他来吧。那好好，来，有请下一位吧。来，喝茶。有请下一位。相声是一门语言的艺术。对了，有四门功课嘛？都讲究什么呢？煎炒烹炸啊，不，哎，您这肚子饿了是怎么着？说学逗唱。对，哎，就是一门语言的艺术，各地有各地的方言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。说的没错，我们新疆人说话有特点。什么特点呢？我们新疆人把老婆不叫老婆，那叫什么呀？央刚子。哦，央刚子。孩子不叫孩子，那叫什么？八郎子。八郎子。哎，大伙儿吃了一个洋葱，它不叫洋葱，那叫什么？皮牙子。哦，洋刚子、八郎子、皮牙子，对，还都带子的。我衷心的欢迎观众朋友们有机会到新疆，带着你的洋刚子，领着你的八郎子去吃我们的皮牙子。就吃皮牙子呀？啊，那可不，一点都不像我们新疆人。那怎么着？我们新疆人热情好客啊！只要朋友们一来了，对，我们会摆上一大桌的美食啊！哇，这么多啊！像什么抓饭、烤肉、拉条子、大盘鸡、揪片子、剥皮包子、烤包子、风干肉、纳人马肠子、羊心、羊肝、羊蹄子、羊腰子、烤肠子、韭菜皮牙子、面肺子、米肠子、酒碗三行子。有香有囊有塔子，没结婚的洋娃子，小酒你再喝上几杯子，一哈舒服到心窝子，新疆美食都带子，不吃你后悔一辈子呀！观众给你掌声再一阵子。哎呀，这么多的好吃的啊，美食多不去了。哎，你甭说这些了啊，还比这个热闹的哦，还有更热闹的。我新疆一个维吾尔族朋友，哦，请我们哥几个到他家里做客，都是好朋友，热情洋溢。哎呦，去之前他让我给他买一个 Tumak，你给人买了吗？买了，买了，赶紧到他家给他朋友捧在手里，一看乐了，高兴的。哪儿啊？人家让我买的是 Tumak， 维吾尔语 Tumak 是戴的那个皮帽子。哦，维吾尔语 Tumak 是戴的皮帽子。对了，那你给人买的？我给人买的是 Tumak， 这维吾尔语是什么意思呢？锅盖的，有戴锅盖的，一字之差就出了笑话，太逗了这。还有一次，正好他家天气特别热，那几天三伏天，35度高啊，哎呦，他赶紧给我们一人给了一把家里做的那个羽毛扇子，降降温，交粘的，交粘的羽毛扇子，让我们去扇扇凉吧，可能天热，我使劲太过门，我这么一扇呀，结果变成这样了，哦，开胶了啊，他餐桌里不全了，朋友发现了，喂。郭大哥，哦，喊他郭大哥。郭大哥，哦，你会不会扇扇子啊？我谁都会扇扇子。是啊，不都这么扇吗？哎，不对不对，这是老办法。我给你教一个新的扇扇子办法，你学会以后，这个扇子永远都是新的，一个羽毛也不飞掉，永远都是新的。我们纳闷了，什么新办法呢？对啊，注意。我做个示范动作，你们就学会了。我们来看看怎么扇。拿了一把扇子，注意看，大家都注意看啊！哎呀，戴的眼镜子还不好好看吗？扇子嘛，这个前面拿下，为了使这个扇子永远都是新的，我们采取了新的扇扇子办法。扇子不要动，扇子不要动。扇子不动怎么扇啊？对，一点都不能动，一点都不能动啊！扇子不要动，头动嘛，头动嘛，来来。哎，很有智慧吧？太幽默了，这比这还有智慧呢。还有啊，他唱歌特有特点。唱什么歌呢？游击队之歌。游击队之歌，谁都会唱啊。那你给我们唱一下，我们听听。我给你唱一下 啊。游击队之歌。我们都是神枪手，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。我们都是飞行军，哪怕那山高水又深，在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埋藏同志们的宿营地。在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。唱得好，怎么样？我这同学唱得比这还幽默了。那您再给我们学学。我给你学一下啊。
我们都是神枪手，一个子弹一个坏蛋打死呢。我们都是飞行军，不害怕他山高水又深。我们从小这地方长大的，这个地方都是我们自己的。坏蛋要要哪去了，我们就跟他打开了。吃的没有了，穿的没有了，坏蛋给我们给给呢。枪没有了，炮没有了，坏蛋还给我们给给呢，给给呢，给给呢，还给给呢。这吃穿用都给你们，这什么坏蛋呢？这是我们抓住的坏蛋嘛？哦，俘虏啊！哎。你别叫下一位了，别叫了，别叫了。笑这么一大半天了，我有话要说。哎，其实我的择偶标准呀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其实俺一直喜欢你，俺这不是不好意思让你表白吧？小样的，啊，我跟你暗示多少回了，你咋不早说呢？俺不好意思。小猪啊，行，一点都没跟我套路，真拿我当大傻子了。咱们这个十全十美的地方，赶紧把妈爸都接来。嗯，喝你们的喜酒。谢谢老板，谢谢。什么？啊？叫啥？叫老板。叫姐。啊，谢谢姐，谢谢姐，谢谢姐。我爱满堂，爱我就爱乐呵。大夫给您调地上去了，都扶我呀。老王决心要复婚，为爱上演苦肉计。复婚，朋友邻居齐助阵，可帮忙帮忙，怎么却越帮越忙？前妻，快走！加油，老王，爱要大声说出来。夫妻二人最后能否涛声依旧？更多精彩，敬请期待《我爱满堂彩》。